Jack 姓謙 ，Sam 亮喺呢邊，呢邊就係 Facebook 嘅呢邊。喺呢個 YouTube 呢邊就方國元 ，Gavin 喺度啦，吳偉斌 ，Bonjour，Pilwin Zhang 多倫多嘅朋友 ，Flat 吳偉斌，鄧建華 ，Pigma Flat， Joe Wong，Joe Wong， 黃永恆係嘛 ？Lily Lam 你好。呢邊就 Shoot 聽喺度啦，哦，兩邊都見到 Piron、Alan、Alan Beer， 大家好，大家好 ，Jackie， 上海 Jackie 係咪？我冇記錯嚟嘅，依家冇記錯個名啊，想係上海 Jackie。好耐冇睇直播 ，Alan， 希望你睇得開心。嗱，香港咧依家嗰班工商進現角色人等。都大家都喺度講緊美國減息咧，就一天都乾曬咁話啦。呢家仲係七月，七月鬼門關大開，香港呢一眾餓鬼道嘅眾生，祈求美帝一場及時雨，解救地獄煎熬之苦啊！先係不同嘅地霸。發展商啦，排隊發刑警，跟住零售業發刑警，跟住飲食業發刑警，香港百業啊奄奄一息。疫情時候，同樣都係呢一班精英惡鬼，就話最緊要係中港通關咁講。因為中港一旦通關咧，人啊、錢啊就湧嚟香港，一天乾曬。然後又話通咗關啦，嚇、啊、咪又係咁。咁又話到百業之母啦，香港嘅就係房地產嘛，係嘛？地產起，百業旺，大家都咁講，所以班精英。進言就話：如果政府肯撤辣，地產係即時會有個小陽春，咁啊一天都乾曬啦。説話又咁講啦，一天乾曬，一關之後又一關，關關難過關關過，咁啊好明顯，香港到呢家都未天光。愚蠢嘅人其實有共同嘅 character 嘅。遇到困難都期望別人打救，有啲係求仙求佛，有啲希望碰貴人，係嘛？中港通關嗱，北水會南來，咁啊香港上窮都難啦、啊。如果陳茂波一口氣全部撤曬辣椒，樓價上唔飆升都難啦、啊。啊，依家嗰兩項都做咗啦，香港仍然係奄奄一息。咁依家期望美帝啦，係咪啊？美帝客場及時雨減息救港。不過常識上，我真係唔明嘅。當然美帝減息嘅完全唔關香港事啦，佢理關得香港咩事啫？第二點解美帝嘢依個時候咁敏感嘅時候要減息呢？我經常話11月5號就係美國大選啦，喂，今次好詭異嘅，兩邊嘅候選人。特朗普做咗四年啊，你中意佢，你唔中意佢，心中都好有數啊，系嘛？一個蠻幹嘅莽漢，咁當時想連任，連任唔到嘅，連任唔到，大家歸咎，系嘛？郵寄選票喎、啊，一定搞鬼啦！有啲選票根本都唔係真嘅，系嘛？你睇下嗰個開票情況都知啦。如果呢一個 statement 係屬實，只係邏輯上，我想聽下特朗普係在職總統嘅時候都搞唔掂呢啲咁嘅牛鬼蛇神、古靈精怪嘅手段。今日佢在野，想重返白宮，個對手係執政嘅民主黨，佢自己執政都改變唔到呢種，係嘛？郵寄假票，咁究竟佢在野又點樣防止呢啲咁嘅手段呢？咁另一邊何錦麗
恕我孤陋寡闻，其实我真系对佢冇乜印象。咁你话副总统都冇乜印象噶啦，一向都上届特朗普个副总统叫做咩名？你记唔记得啊？你记得彭斯啊？你记唔记得佢讲过咩同做过乜嘢啊？嗱，我只系记得一件事啫。佢作为美国副总统嘅时候，就接见咗黎智英，因为我同黎智英有一段恩怨。咁所以变咗我自己地俾话留意，如果连呢一个都冇嘅话，我都唔记得做乜。再推上一届啦，奥巴马当总统嘅时候，个副总统叫拜登，你又记得佢做过啲咩？由佢当副奥巴马嘅副总统，到佢真系做咗总统，我都唔知佢做啲咩。咁所以印象嘅嘢好难讲，系嘛？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凭一个强人翻天覆地改变成个乾坤啊黑白的话，那这个仍然是一个原始社会。毛泽东沙其实毛泽东方式是吧，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沙其就邓小平改革总式工程师是吧，依家就唔使讲啦，全香港都支持习近平主席领导之下，係咪要肩负，大家都富裕，共同富裕。咁所以喺咁紧张嘅咁紧张民主党同共和党都唔知鹿死谁手嘅情况之下，你叫美国喺呢种咁嘅氛围加息，因为要救香港，减息救港，喂，各自私人盘算，佢哋都十五十六，执政民主党呢个时候加息，令到成个美国嘅民间通胀又飙一飙，咁民怨就系起嘅啦。嗰啲中间嗰啲游离选票嘅选民会突然间好憎个政府，都生活唔到咯。食晏食晚饭食都食唔到啦，瞓緊街你仲突然间将个通胀再加一加息。何锦丽成一轮今日写得好，今日二十号。前几日何锦丽先至讲，其实话要锁定美国嘅食物价格。即係话食物价格已经令到民不聊生。佢作为竞选总统嘅啊執政民主党目前的副总统，他就认为要锁定食物物价的意思，就是他感觉到那种政治压力来的。政治压力就来自于物通胀，通胀就是来自于啊一直过去的历史包袱，就是印银纸嘛，银纸不值钱嘛。现在你再减息，将个物价又扯一扯高，那他就更加獲選嘅機會咪渺茫嗱，常識嚟嘅啫，我冇任何嘅信息嘅，我唔同有啲人話我收到風，我又同打電話同白宮嗰個唔知邊個傾過，我又同美國唔知邊個大粒佬，我唔識呢啲嘅，我唔聽消息嘅。如果你同我講消息，我話唔好講住啊，我唔想聽，我唔想影響我嘅思維。咁所以你話依個時候美國減息講到實牙實齒，香港嗰班咁嘅騙子地產佬仲話明已經減定息添嘅話，一十成減息啊，哦，係咁樣啊。咁美帝就真係對香港別有用心啦，佢要減息救港。問題好多，係啦，你講得啱嘅，鎖定食物價格，咁農夫變咗點啊？農產品冇辦法跟隨啊，佢嘅務農得益，咁呢個亦係另一個問題，所以兼顧嘅為政就好難啦。你講得啱嘅。无论你做乜嘢政策都伤害咗好似某一部分人嘅。咁如何调和鼎立涉利阴阳呢，係咪做政府就要煲一餐政策出嚟，人人都啱使，人人都觉得舒服嘅。历史上大家都揾緊呢个方案。涉利阴阳政府里面永远有唔同意见，民间有唔同意见，点样令到阴阳调和呢，唔容易。但是呢个是责任，你从政者要负呢个责任，咁点好呢，系啦。依家大家睇下啦，
希望美帝如呢個香港一眾炒家所願，能夠減息救港啦嚇。周易第27卦山雷儀卦講嘅就係養生之道。儀卦講養生嘅卦，山雷儀。你望下個卦象，上邊兩篇唇，中間四排兩排牙，食嘢嘅象，養生。養生嘅初九，第一支牛，初九叫做凡陽牛叫做九，凡陰牛叫做六，所以呢支係初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九，初牛係九，上牛係九，中間四支陰牛係六，兩片嘴唇，中間兩棚牙，食嘢嘅象。佢嘅初牛個牛字好有趣，亦係啊。千古以來中華文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啊句語，佢話捨以靈歸，唔要自己嘅靈歸，觀我朵兒，羨慕旁人食大餐。空養生第一步，第一支牛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最後嗰個精神最高嗰界就係真正嘅養生精神，就喺最後嗰支牛度。养生第一步最危险的是什么，亦是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舍以灵归，观我朵儿。空，你自己本身有一个宝藏，舍弃它，你不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宝藏，就在这羡慕旁人，在旁边可以大快朵儿。呢個係普遍人嘅毛病，你有嘅嘢你唔珍惜，你係羨慕別人嘅嘢。我哋以前細佬嗰個時候，俗語裏面好普遍講嘅咩隔離飯香啊，你自己有飯食唔珍惜呢啲飯，隔離嗰啲飯你都未睇到，但係聞到真係好似香啲噃啊！呢個係啊基層啊冇文化階層嘅普遍形容詞。呢、这个就是我哋所讲嘅舍以灵归，观我朵儿。呢种咁样嘅观点角度，呢种咁样嘅价值观，只会引嚟空，必然会导致凶险嘅。因为嗰种呢种见解浅薄，你见唔到自己拥有嘅嘢。好多健康嘅人，佢唔觉得健康系啲咩大不了嘅。尤其是最低下個階層基層嘅，你同佢講：哇，幾好啊！咁大年紀仲咁健康，揾食啊，大佬！健康有咩用啊？牛啊，夠健康啦、啊！八十歲仲執緊紙皮啊，阿哥，係咪啊？健康有咩用啊？健康執紙皮啊！健康得嚟仲要有錢，有錢出嚟仲要家人齊整。家人齊整，即係要兒孫滿堂，兒孫滿堂出嚟，仲要有佢哋孝順。哇！你有咁多嘢噶，係咁多嘢噶。你睇下邊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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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捨以靈歸，乜嘢先係我哋自己嘅靈歸呢？睇下卦象先有。山雷係儀，上卦艮為山，下卦震為雷。下卦震卦嘅雷，下卦嘅主爻就喺嗰支阳爻度，初爻呢、这个就系呢个卦嘅初爻，喺下卦嚟讲唯一嘅阳爻，震为雷为动就系、是、靠呢支阳爻喐噶啦。孔子喺说卦传里边讲：地出乎震，万物出乎震。山雷而下卦就是震为雷啦。咁震系乜东东呢？震就系主宰，所以孔子话地出乎震，万物都出乎震。世间所有事物背后都有一个主宰，万物都有主宰，就好似我哋自己内心主宰住我哋嘅人生，我哋嘅身体一样。我哋嘅主宰系乜嘢啊？就是每個人
都有一个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又是乜嘢嚟啊？就是人人都有嘅良知良能啊，我哋叫做良心啊。民间讲，简单地讲，就是人性嘅主宰。而卦初九嘅爻辞讲嘅灵龟，灵就是天命之所终。在天我哋称之为天命，在人我哋称之为性，人性啊，在肉身上边我哋称之为心啊。你问下个心啊，呢个就系良心啦。而个心就主乎于身，个心系控制咗我哋个身体，行住坐卧，价值观嘅争取。点解成人取义？有啲人点解有啲人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呢、这个就睇你个心，因为个心主乎身。一个人我哋嘅内在跟其他人都唔同，人人都系独立嘅、唯一嘅，所以我哋叫做独。儒家叫我哋慎独，审慎咁对待自己嗰个与别不同的独。好多人都唔系，好多人跟社会潮流价值观跑嘅啫。人读喇沙，你读喇沙。人考港大，你都考港大。可能你系梅艳芳呢，可能你系洪金宝呢，但系喂，而家读梗系读喇沙啦，因为父母安排啦，我哋住喇沙，你读都读喇沙嘅啫。或者搬去麦当劳度读圣保罗男女咯。个个都话佢哋好噶啦，梗系读一样。人读好，你未必好，系咪啊？唔系人人都啱行呢条路，你有你自己条路，但系好多人唔识得慎读，因为你冇保好地保护你唯一属于你独一无二嗰种天性特长。你找了一个拉二胡的天才入了喇沙，入了他们的足球队，你可能浪费了你的二胡天分，你 又不会踢得一场好球。你懂得讲基本英文，但是又讲不到彭定康那种深度。从此又浑浑噩噩读大学，读完大学浑浑噩噩一份工，呃份工就浑浑噩噩咁储首期，储完首期咁可以结婚，结咗婚又浑浑噩噩咁生仔女，生仔女佢又重复去读返佢心目中嘅名校，今次读国际学校啦，係咪 ?Hong Kong IS 啦,Island School,German Swiss, 啊咁跟住点呀，跟住犀利啦，跟住哈佛耶鲁啦。父母又因应佢自己嘅期望，又塑造佢嘅仔女，又系浑浑噩噩。嗱，呢个就系儒家想话俾你听，你要慎独。慎独系乜嘢？你最宝贵的东西，嗰、那个独。呢只牛讲舍以灵龟，你唔要你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你舍弃自己最贵重嘅嘢，就去羡慕人哋。入史丹福是吗？做到杨润雄局长400多万，唉，钱又不是很高，不过真的浑浑噩噩。那个谋利在一般机构应该40000多，是吗？但他做紧46000，鬼叫他是公务员出身，是不是？所以你一味就羡慕这些。霍建宁1.7亿年薪持续30多年，哇，真是羡慕了。我每次想起霍建宁，我就想起，唉，你的老板叫做李嘉诚，下面有两个太子叫 Victor Lee 和 Richard Lee， 还有个外戚之乱叫周海旋，还有一班跟他打生打死一起成长的老臣子。我想起这些，我已经成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睡不到觉，就为我一反反地位。你羡慕的他1.7亿，我作为一个Telefair， 我在旁边这样看，我觉得值的，每一蚊都有血有泪。
頭先講嗰個環境，你試下睇下太子黨爭、外戚之亂，哇！周圍有顧命大臣，個個都覺得自己了不起。喺咁嘅機構裏面，李老闆目光如炬，九十幾歲都仲係咁鋭利，睇世情嘅變化。佢早你十年，係永遠早你十年。你唔知點解嘅？佢靠乜嘢嘅咧？係咪外星人咧？是不是一定我懂得那些什麼奇奇怪怪的奇門術數呢？不懂，我不知道，只是知道我未懂穿膠花，他已經炒緊塑膠粒。沒人說買樓的時候他買地皮， OPEC 未成立的時候他懂得儲存塑膠粒，六七年遍地菠蘿的時候他懂得買土地，你都未懂用什麼叫 Facebook 的時候他投資 Facebook，你懂得咩叫做 Zoom 嚟開會上堂咩？佢好似早你十零二十年已經知咁嘅。每次投資，每次撤資，咩時間將上海、北京嗰啲資產一手拋棄，係嘛？即刻全部賣嘅。喺香港咁多年嘅投資，佢都好似早過你啲，唔係太明，只係知道一件事：你打佢工，你叫眉毛揚一揚啊！你講嘅説話係敷衍緊佢啊！佢都好似完全了如指掌。作為佢身邊嘅幾十年嘅眾臣，你話唔值一億？七千萬一年，我覺得好值，因為我唔可能冇資格，連望都唔應該望呢啲咁樣嘅工，性格上亦唔容許，亦唔係咁嘅人才。所以每個人有自己獨特嘅地方，捨以靈歸，拋棄你自己最寶貴嘅嘢，就喺度羨慕人哋嘅花花世界，觀我朵兒。一個人嘅自性可以生萬法，所以呢只牛初九，我哋望一望。如果初九牛變由陽牛變陰牛，變咗咩卦？山地剝啦，生命會剝落啦。一生人拼命追求嘅係外面世界嘅嘢，一味羨慕人，又羨慕梁朝偉可以咁紅，又羨慕周星馳才華橫日。又羨慕呢個張學友唱歌點樣震嘅把聲，定震嘅。喂，都羨慕郭富城六十歲仲係咁靚仔，身材咁好嘅。你睇下我六十七歲，一粒話梅咁嘅，係變壞咗個話梅。點解郭富城仲係咁樣，好似生命最高峰一樣，都好似好靚樣咁樣嘅咧？你羨慕人哋。你捨棄自己生命中最寶貴嘅根源，捨棄自己天賦嘅寶藏。人嘅慾望成日識得往外追求，所以叫觀我朵兒。山雷兒卦裏面初牛呢隻初九啊，捨以靈歸，觀我朵兒。佢應嘅係四。一同四，二同五，三同六，互相應一對噶。呢支羊牛應呢支第四嘅陰牛。第四牛係咩嚟噶？第四牛呢只牛嘅牛詞叫虎視眈眈，其欲灼灼。人性嘅慾望，食又好，色又好，無論係四合卦講嘅人性本能。或者山火奔卦讲的文化包装一直都没完没了，不会满足的，想得藏来牵屁咁。头先讲啦，执紧纸皮的时候希望能够执到几十蚊，食到两餐两餸饭，通常做不到的，但是到你真的有两餐两餸饭食的时候，你又不止要求这些啦。木屋区的人想上公屋，养咗公屋之后就希望自己有自己嘅私楼，有楼就话自己同一层叫做单栋楼，唔值钱，又要买大屋苑。
買咗大屋苑又話幾十年太古城喎，唉，有冇搞錯？美孚新村仲大過我嘅喎，係咪？俾你住得屋苑又話想上半山，上得半山又話見唔到海景，人唔會完嘅。到你搬到上山頂，你又話嫌自己住嘅係大廈，人哋住一個單位一個 number 嘅啫，你就 A 座十八樓啊，係咪啊？幾鬼核突啊！你話如果我住淺水灣道八十四號咁就 so very good 啦，係咪啊？點會完啊？報到你住淺水灣咩八十四號四十八號，你又嫌唔知邊一段先值錢，邊一段又唔值錢，個 lock 有幾大，個建築物又點，講唔完嘅，點會講得完啊？所以觀我朵兒，你一味羨慕他人，羨得邊個啊？你羨你羨慕李嘉誠定羨慕李兆基啊？嚇、啊？定好希望自己似鄭家純啦，鄭裕彤嘅大仔啊嚇 ，Henry 啊？定羨慕呢個新鴻基國家啊？新鴻基地產國家真係好啊！三兄弟大哥死咗啦，二哥坐完監之後萬念俱灰，依一個炳聯好啦，得一個主席，未試過咁樣啊，係嘛？三兄弟剩翻佢一個坐喺度打地莊啊！哇！呢、這個時候嚟咯，京官嚟咯，地產雪崩嚟咯，借債嚟咯，係嘛？所以。官我朵兒唔會完嘅，你官完一餐又官下一餐，食同息都一樣嘅啫。你放棄咗自己天賦嘅靈性，去羨慕別人，好似乜嘢都得到多過你，什麼都好啊！你淨係想競逐外在嘅慾望呢、這個念頭，結果點會唔係空呢？所以捨以靈歸，官我朵兒空。王阳明啊，讲过两句说话，抛却自家无尽状，圆门托钵孝贫儿。你自己屋企家财亿万，你唔睇唔到，竟然出去做乞衣，圆门托钵，好似个乞衣咁孝贫儿，贫儿即乞衣啦，孝你系仿孝，你仿孝个乞衣。去乞人哋啲嘢，咁你屋企嗰啲你有冇睇唔到噶？睇唔到喎，抛却自家无尽状。儿卦本来讲养生，但呢支初爻守唔住嘅话，爻变咗山地剥剥卦，剥系生命剥落。因为追逐世间嘅情色，必然忘却咗人性心灵嘅修持。我哋經常咁講，眾生皆有佛性。呢、這個佛性喺佛教嚟講叫佛性，喺儒家嚟講叫做天地之心。我哋應該珍而重之，保護佢。至於世間一切嘅榮寵，人哋俾得你嘅嘢，人哋隨時攞得翻。記住呢個 point， 記住呢個 point。如果你嘅所有嘅成就係別人俾嘅，佢俾得你，佢就攞得翻。只有你自己与生俱来的独特的才华、天分、品味、眼界、性格，这个就叫灵归。这个灵归属于你，别人拿不回，没有人可以给你。不是人家给的东西，又没有任何人拿得走，除非你自己放弃它而已。追求外在的东西必然受制于人，建立不到你自己生命的主体性。我们看一本成套中国历史，都是记述一件事，就是依赖当时权势的人绝对没有好下场。孟子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战之。赵孟即是我哋好熟嗰个赵盾啊，
即是晉國史官董狐寫過的啊，趙孟弑其君，即是趙盾弑其君的趙盾，他弑其君，因為他一代權臣，他有這個權能力，他有這個權勢，比如說沒有能力，他這叫權勢，他有這個權勢，他弑其君。孟子說權勢滔天，可以比你富貴的人趙孟，即是趙盾，他比得富貴你，他比得官禄你，他就可以一念之間收返曬你的富貴榮華，他可以比你貴，隨時亦可以令你賤，只有你自己的天爵無人可奪。爵是爵位，人間有不同的官位，那些叫爵位，但天有天的等級的爵位，他給予你與生俱來的獨特性，這個就是叫天爵。孟子說只有個天給你那些東西，沒人拿得走，除了你自己放棄之外。Elsa， 啊 ，N 好 ，Elsa，Elsa H， 多謝你每星期分享啊。Elsa 係咪喺多倫多啊？梁劍勝唔安，李月婷你好 ，Kitty， Dan OK， 你仲好型仔，比同城城比較各有千秋，言中言中，多謝你。Jessica， 你咁型仔又話似話梅，似粒冰糖葫蘆多啲啊！唔知咩冰糖葫蘆啊？北京嗰啲。大姐輝老師好，大家好。Lon 有禮 ，Smell Gogos 大家好。Milko 啊！成哥長江基建昨天英國第二次上市了，好像麻麻地是吧，一上市跌了少少，跌得 5% 不是少。Cheng Yim 合家富 James Chang 武 cat 在這裡 like 了啦，今晚見到武 cat 上孟子課。 Sam Backing 你好，陶小姐好， Joanne 你好，多謝 EMYL， 每次節目他都有他的 sponsor。 福伯好，Lisa， 大部分人利欲分心，多倫多好啲嘅 Lisa， 你覺唔覺啊？個社會氣氛好似唔係咁功利嘅。Kim Mark， David 你好 ，Leo 喺度啦 ，Sam Yan， 天方夜談啊 ，Rebecca Low 呢個係有幾個 Rebecca， 何寶榮。Good morning， 你好早啊 ，Lisa。John John 你好 ，Sam Yan。廖小姐，廖麗明系咪？廖麗明 ，Yan Lau。心經。西門仔，明 ，Herman Ho， Buddha， 陳大夫報到。Wing Kong， 榮光西門仔，哦 ，Michael 喺度啦，今日休息啊 ，Michael 可以聽直播 ，Michael， 阿 Sam 媽，好耐冇見 Sam， 黃麗行你好，温哥華明 ，Patrick Coffee from London 嘅 Candy say hi， 若匹馬唔怕熊貓夠講，依家興講熊貓係嘛？我嗰日見到但新聞好好笑。大家想北京救港，點知回歸的時候北京冇乜特別政策俾香港，送咗香港兩隻龍貓、熊貓。哇！李家超即刻飛奔上去啦，係嘛？咁啊上去揀熊貓啦，喺呢個四川卧龍。跟住香港海洋公園嗰只龍。熊貓又生了兩隻熊貓，咁一突然間，哇！真係熊貓救光，有好多熊貓。咁但係海洋公園熊貓邊度救咁多隻？突然間人口多咁多，同公屋一樣啊，係咪啊？
你本来两人公屋变咗六人公屋咩？边有够住？咁啊，杨润雄你知道啦，中央送嗰两只熊猫，你点可以亏待咧？就话一定要建熊猫馆。但我对比一下，喂，几年前海洋公园都已经财困，要政府注资100亿，依家你话海洋公园点会无端端起几个熊猫馆？边有钱啊，局长？咁啊，局长话要以政府角度啊，希望能够协助呢个海洋公园建多6个啊，系咪啊？佢话总共要6个熊猫馆啊，原来一只熊猫一个馆噶要，咁啊咁多只熊猫又生一对熊猫，一对孖胎熊猫。咁但系问题嗰100亿，海洋公园嗌你求援嘅时候话争100亿，咁你点样俾钱海洋公园？已经喺度头痛晒，你依家仲话要去特别地建多咗6个熊猫馆，咁边有钱啊？你话香港政府俾咗政府俾钱，你知唔知依家几个月香港已经财赤超过1000亿噶啦？我唔自在啦，同啲赌仔一样。赢咗唔知在，输咗唔争在，咪起多几个熊猫馆都咁样。唉，香港人成日以为北京俾你两只熊猫救港，咁你真系熊猫经济，唉，都唔知你哋点。所以见到呢一新闻真系喺度笑。喂，海洋公园已经都唔知两餐不计啦，系嘛？依、这个又话搞乜，嗰、那个又话搞物，嗰、那个又话，诶、哎，不如学西九啦，将嗰啲地攞出嚟做豪宅啦。不过而家地产都唔得喎。Rebecca Leung 喺度，熊猫救港，熊猫点救港啊？海洋公园学西九咁攞啲地出嚟卖做地产咯，讲嚟讲去咪又系做房地产咯。西九讲又话完全系咩文化艺术项目，咪又系房地产咯，系嘛？咁跟住你到西九系咁有个先例可援就简单好多㗎啦，咁就不如学啊西九海洋公园都做豪宅得唔得？南车站旁边有起几等，跟住下面嗰度有一扎别墅，咁上面嗰边睇到海景就更加唔得了啦，系咪咁啊？李麗娴話：10年後嘅郭富城一定唔及得李星如紅中，你咁樣睇死佢？佢唱歌嘅噃，佢跳舞嘅噃，你知唔知邊唱邊跳係點㗎？我坐喺度做節目，做1个钟头節目，節目完咗之後，我坐喺度都奄奄一息。喂，佢哋做紅館嘅歌星，你真係了不起㗎！佢哋真係跑住嘅喎，一邊跑一邊跳，跳完仲要唱，係嘛？唱緊歌跳緊舞，仲要跑圍一個4圈四面牆，同你握手揮手，同你影相。哇！大佬真係，你唔好睇小郭富城啊！佢100岁仲可能好好戲嘅，我估跳舞跳得幾犀利啊！仍然都係咁好睇嘅，舞姿仍然都咁靚嘅。好啦，唔好講埋無謂嘢啦，我哋講下《論語里仁篇》第16章：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乜嘢係喻咧？喻係通曉。意思是焦点不同，人的焦点不同，着眼点就有义了。君子的是喻于义的，君子凡事关注的是义。那什么是义呢？义者义也，恰当的。君主关注的就是应不应该做的啫，应该做的就做，不应该做的就不做。那至于做了之后后果好坏，那他不计的。小人即是一般人，一般人着眼点永远都是利害计算、得失考量。香港人爱讲的，我哋要计啱数，计啱数啦，冇得输啊，系咪啊？我听过好多啲自称醒目仔嘅人讲呢句说话，计啱数啦。涡轮唔系咁买嘅，我哋成手货归晒边啊，边一跌嘅，系啊。好多人都咁讲，小人如依利，利系利害，计算利害得失，利害计算，得失考量。普通人行事先计下有冇着数先，有冇数啊？基层成日讲呢啲嘢嘅，基层打工仔有冇数先？计算利害得失，本来系人嚟啫，无可厚非。
邊個唔係咁啊？你住邊一區？講學網，講校網咁樣，你報咩大學啊？報咩科目先？係嘛？做狀元十優嘅話，我梗係報港大咩迪啦。嗯，無可厚非，屆屆都係咁。你亦唔應該苛求佢十優狀元，十優狀元入大學報數士 ology 係嘛？工作嘅時候揀咩機構啊？咁樣嘅情況之下，我轉唔轉工啊？應唔應該移民？呢啲咪利害計算？呢個係人之常情。但係如果你諗住要做一個君子，一個了不起嘅人，著眼點往往就放喺更高嘅層次上邊。你睇下戴耀廷。點解要咁做？君主如意矣。我匿喺大學做個教授，有宿舍，身高良準，地位高貴，係咪啊？好多大學幾多幾多匿埋喺度學棍文貓，搞下少少人事，一個星期教幾個鐘頭書。喂，你唔好同我搞咁多，65歲退休唔知咁多嘢。喂，你就周幸彤。做個執業大律師喺金鐘有 champer， 你得你咁多啊，大佬劍橋畢業，十優狀元，係咪啊？點解要走條咁艱難嘅路？君子個焦點永遠都喺自己喺社會喺時代嘅責任，冇計算到利害得失，所以君子如衣而。小人就如衣利啦，冇话小人唔啱，小人一般人，一般人的确系咁计算噶啦。买楼 resale value 好唔好啊？个价啱唔啱啊？你追求嘅系咪名校网啊？你个人生总目标系咪送三个仔入史丹福啊？嗱，呢啲都系一般人。孔子只是想讲一般人同了不起的人是有分别的。好像子路，孔子的其中一个很亲爱的学生叫子路，他讲过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而知之矣。这个是乱世大丈夫的抱负。子路说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在社会上面是有责任的，行其义也，做应该做的事。你说没用的噃，个世情烂到咁，仲做嚟做乜嘢呢？道之不行，而知之矣。我知啊，我知冇用，冇用都做，唔够打都打。呢、这个就是一个乱世大丈夫的抱负。呢、这个是子路讲在《论语》里面对住一间空的屋。冇人嘅，冇人就讲嘢，傻傻地嚟嘅，系傻傻地。呢、这个就系一个君子，一个了不起嘅乱世大丈夫，人去楼空。但系对住间空屋，佢就讲咗呢番说话出嚟。佢站喺儒家嘅立场，佢唔明道家嘅高手，你哋可以避世，你可以离开。可以同草木同流，但是他们儒家的孔门子弟，他们读的孔门心法，他不可以，不可以抛开。你说没用啦，心则泥，钱则竭，时间去到这样，社会烂到这样，还有什么计呢？道之不行，以知之矣，没用的，没用都要做。这个价值观慢慢建立了一套我哋历史嘅人物，我哋嘅文化嘅价值追求，岳飞啊、文天祥啊、谭志同啊，冇用嘅，死咗都冇用，都帮唔到忙成件事。但系佢哋觉得保留咗就系一个典范，所以老子话：死而不忘者寿。咩叫寿？寿就系死而不忘。
肉身的可以死，但是精神的可以不亡。这个统称就叫做个仇字了，福禄寿的寿。这个是乱世大丈夫的抱负，不是一般我们衣食奔波那些艺文做得到。至于孟子，他不期望人人都是君子，只是希望在大节关头读书人能够有义利之辩，绝大部分的生活细节可以计算利害，是吗？搭车好啊，定搭地铁好呢？搭地铁好啊，定坐的士好呢？坐的士好定叫 Uber 好呢？是吗？计算不同的时间，计算不同的地点，计算不同的啊天气啊，落紧雨啊，黄雨时期啊，定系咪行五分钟地铁啊？定系你想行下路当去做 gym 啊？每个计算唔同，咁可以嘅。但系孟子希望你大节当前，应该知道义利轻重，义与利两者并唔对立。关键唔系对立义同利，做咗义就冇得利，做咗利就冇得义。唔系，关键系为同不为。呢、这个先是关键。焦点所在不会因为个人的衣食利禄而妨碍你道德人格的建立。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冲突的。宋朝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到这一章书的时候，这张论语，他曾經批過，他說人之所欲，即是你的焦點，由於所習啫，每日的行為、生活的習慣，所習又由於所致喎，個致係你的價值追求，你的價值追求自然就每日都咁做，每日都咁做就係成為咗你的焦點咯。所以人要習慣咗，你立咗個致先，咁你就會重複去做嗰件事。重複做嗰個咁嗰件事，嗰、那個自然就係你生命嘅焦點。人人天生都係好人，邊有壞人㗎？個個生出嚟個 BB 喺醫院裏面嗰啲嬰兒房，邊有一個壞嬰兒嘅啫？魔鬼怪嬰啊，冇嘅，人人都係好人。但係時代嘅挑戰嚟啦，點站穩你嘅腳步？点坚持你嘅价值观？人性都系慕富贵、厌贫贱。处喺顺境嘅时候疏忽，遭逢变故嘅时候就摇摆。我哋普通人讲嘅，人穷啊志短，得意就忘形，冇人例外。冇人例外，唔会有一个人一心做坏人。做坏人系因为现实形势所逼嘅啫。所以《论语里仁篇》第五章咁讲：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取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忠食之间为人，躁处必以时，颠沛必与时。孔子讲：富同贵，每个人无论君子定小人都中意。但系君子有个标准，如果唔系正路得嚟嘅富贵，唔要啦。多谢，成为。同样咁，贫与贱人人都讨厌，即使系君子都唔会鍾意贫贱㗎。但系脱离贫贱用咩手法先？一定要用正当嘅手法，正规嘅啊途径，唔可以旁门左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成名唔系即系而家明星嗰啲成名啊，成名即系成就啊。一个君子，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他失去了这个天父的良知良能，
即係疑卦初九講嘅靈歸咧，咁呢個人仲可能有咩成就啊？君子去人，惡乎食名。冇咗人，即係冇咗一套佢自己嘅價值觀，冇咗信念啊！我哋叫 belief。即使運氣嚟，即使啲有才華，即使好學歷，可以一時顯達嘅，但唔會有成就。咩叫成就？咩叫事業？我成日講呢個 point， 好多人可能唔知明唔明嘅。李嘉誠、李兆基嗰啲叫企業，錢穆赤手空拳成立新亞書院叫事業，同樣係中大校長高坤嘅價值在於佢嘅光纖，呢個係事業。李國章日雕都做過中大校長，嗰個只係權勢，呢個要分得清楚。同樣嘅職位，同樣嘅東西，你富甲一方嗰個係企業啫，唔談講唔上係事業。所以做學問嘅人，一個君子唔可以有中食之間為人，唔可以有一餐飯咁短嘅時間背棄咗人嘅信念。躁次必於事。咩叫躁次？匆忙。顛沛必於事。咩叫顛沛？困頓。簡單地講，得意匆忙嘅時候係咁，失意困頓嘅時候都係咁。呢兩句說話，十個字，中國人你背起佢，擲地有聲掟出嚟。躁處必於時，顛沛必於時。人生必然有得意失意，得意嘅時候就係依賴呢個良知良能嘅價值觀而成功，失意嘅時候亦都係依賴呢個人良知良能嘅價值觀嚟安頓。人生必然有得意失意，百年個性命，你行足嘅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天干，十個天干你行足，每個天干十年大運，你行足一百年，你先完結你嘅人生。需要嘅天干，有時嚟得遲，有時嚟得早，但係人人對呢十個天干冇一個有例外。有啲人嚟丙丁先，有啲人嚟庚辛先，但係個圈氹氹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跟住又去翻甲乙丙丁，所以嚟嚟去去啱你使嘅有三十年、四十年。令你艱難困頓嘅，可能就有五十年、六十年。人人都有咁嘅呢個經歷㗎啦，就依人人都經歷呢個日出日落㗎啦。但係做一個了不起嘅人，拿住你嘅價值觀，拿住你嘅原則，躁次必於時，顛沛必於時。好，講到呢度啦，聽到大家好攰啦，係嘛？早晨，丹啊！咪咪喺度啦，你喺边啊？哦、back in England 啦，已经哇！希望你休息一阵间，又开始你嘅起行。Nelson 喺上环见过我啊，气场不凡咁劲，下次你同我打个招呼嘛。时穷节乃现系嘛，一一垂丹青。Catherine Wong 你好大家好，多謝大家。睇下呢邊 Sally 一場忙亂，返返蘇格蘭休息一輪啦，大家健康，希望你同你家人都健康
南伟焕 ，Alice Leung， Hong Kong 啊 ，Hong Kong， 马立沙，潘安，潘安啊，哦，犀利，叫潘安。Kelvin Tang， 铜锣湾 Kelvin Tang，Jeff Jeff One Two，Peter Lau，CY Love Peace，Harvey Ban，Gordon，Gordon Lau， 方国元好，廖丽明好 ，May Lee 好，苏浩然好。陳強好 ，Jackson Choi 一間見到你啦 ，Jackson，Alice Leung 邵錦培依家喺 United Kingdom UK 晚上先睇到，是漫遊卡啊！哦，你去旅行，依邊 Sam Ma 你好 ，Mike Lee，Alan 好多謝多謝多謝，好多謝大家身體健康，一切順順利利，下星期再會，拜拜。